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有礼貌的小红啊。如果想看我的视频，我只发在哔哩哔哩，请来 B 站找我啊。看到盗视频的，记得随手点一个举报。今天我是你们的拆盲盒红，我不光是拆盲盒红，我还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叫新品体验官红。来看吧，给你们带来了 Demo 的新品啊 ，Demo 的新品，这个太空系列，我好紧张，好刺激，好久没有这么。真的好久没有端盒了，就是疫情的原因嘛，快递了收不着，现在终于正常了。来看看 Demo 啊，好紧张，好刺激。祝我有个隐藏吧，我已经真的好久没有隐藏了。我最新的一个隐藏应该是锦鲤啊，其他的隐藏都没有。一个一个来吧，咱看一眼这几个封面好看的哈，其实都好看，因为这回没有小伙伴，你们发现了吗？没有小伙伴哎，就还行。我个人的话，可能是更喜欢这些粉粉蓝蓝的。然后封面和这个小盒子的也好看，哎，其实都挺好看的。这两个黑皮的话，如果能够换成隐藏，哎，就完美了。我在想屁吃。哇，上来就是我喜欢的粉粉蓝蓝哎 ，Flower Boy， Flower Boy， 花卉星人。粉粉蓝蓝的我喜欢，而且有一种外星人的感觉哈。看看实物，哇哇哇，还有配件，棒棒呆。同志们别落下配件啊，这是给他这么插手里的，刚收的快递有点凉哎。啊，好看的，这个好看的，你们感受一下，是那个就是半透明的这种果冻质地，然后渐变色，好看。哎呀，真好看，粉粉蓝蓝，这个好看，我喜欢。花卉星人，看这个啊！我说我希望能抽到粉粉蓝蓝，结果还真第一个都是粉粉蓝蓝。这个那不是隐藏卡，跟大家伙都一样。走你啊！这个英文不认识，但是中文我知道，中文叫电器星人，用爱发电嘛，就是我们盲盒缺 UP 主，就用爱发电，从没接过推广，给钱的。当时觉得这个黑皮不好看，我不想要黑皮，我不喜欢，但是我收到以后发现还好哎，它这上头就是那个用爱发电的那种感觉，看到吗？同志们朋友们不要忘记配件，我差点又给忘了，我天啊，他手里有一个电枪，我这个掉色儿，差点娃娃都蹭脏了，不过还好这个颜色手一抹就掉。而且你仔细看它这个这块是黑色，然后渐变到白色，这个设计还是挺用心的哎，是吧？啊，脸上有小点点，它这个小表情也挺就是古灵精怪的。哎，这个黑皮比我想象的要好看哎，我喜欢，我现在喜欢它了，就是这样的啊。我妈去遛狗了，然后阻挡了一下我拆盲盒的步伐，继续。这个是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呀 ！Rocket Boy， 这个叫火箭男孩，是这么读吗？我也不会。哎，这个好好看，看图片好好看，看实物。这回没有小伙伴就好安心哦。哇，怎么头掉了？哦，同志们，不是头掉了，是它很大，然后分开了。哎，这回可以点个赞啊！泡马特的包装现在走心了。哦，它是，哇，这个好好看呀，它是塑料壳，看，哇塞，这包装好走心。哇，他好长的脖子，好羡慕，我都没有脖子，我是高晓松。哎呦，他高人一等，看他比他们都高，这好好看啊。哎，他我刚想说他屁股眼喷的，这不是屁股，这是飞船喷的，是这种透明色的这个气体，这还有小轱辘。哇，这个太好看了吧。啊，他表情也特别，哇塞，好好看啊。我已经傻了，他笑得特别乖哈，我已经傻了，我已经傻到就是只会说好好看了。这个真的好看，同志们，这真好看。哎，我最喜欢这个目前。哎，对不起，这黑皮被我给弄倒了。搁这儿。哎呀，下一个黑皮是他，感觉比他黑，所以希望他能替换隐藏。哎呦，走你！这个是小拿着小猫的 Kitty's Pets Boy Kitty， 就是拿着一个小猫咪是吗？这个叫喵星太空人，喵星太空人。感觉只要有猫有狗，哎，就会很萌。它好可爱呀，我的妈呀，
宇航员的头盔，这个我看能开吗？好像不能开，好像是不能开，弄死了。这好啊，后边还有一个小猫咪的一个小背包，嘿，我觉得这个啊，小猫的尾巴，这套做工可以啊，同志们，连小猫尾巴做的都还行，哎，都挺好的。有没有？目前看这些几个都没有瑕疵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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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它的表情有点桀骜不驯，看，脑袋上是小猫咪的样子，然后这块是那种就是宇航员头盔的纹路，好可爱啊！哎呦，给你搁这儿吧，我不想挡着我的水印。不过盗视频的人吧，你挡着水印不挡着水印都无所谓，他都照盗不误。你就是在视频里头骂他，他还是一样的。哇 ，Doctor of 不认识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他的头发是粉色的，是吧？这叫航空博士，哎，对焦，看起来很好看，嗯，因为他是粉色的头发。这一套真的不亏，我觉得可以全入，真的可以，可以试着端盒了。因为他木有小伙伴，但是说实话啊，我觉得小伙伴就是那个马戏团那里哈，除了表演者啊，我还都挺喜欢的。就是即便是小伙伴，我也都还挺喜欢的。小狮子呀，什么那个小丑啊什么的，都还挺好看的。进去。哇，他手里拿的东西也是粉粉的，哎，好好看。脑袋上这板砖吗？同志们，这是板砖吗？反正这个是锤子，我知道。这个是笔刷子，我知道。然后手拿一小火箭，这真是博士的样子，还戴眼镜。哦，后边有个那个喷气筒，我这个掉色，你们感受一下，都给娃娃蹭脏了。哎呦，好看，粉色的就好看，特干净，是吧？然后博士嘛，穿着白衣服就那种感觉，好看，好看，这个我也喜欢。哎哎，你站住！我曾经立过一个 flag， 我说到10万粉的时候换桌子，但是经历了这么久，我对这桌子有感情了，同志们。啊，这个是我喜欢的粉粉蓝蓝的蓝蓝，刚才那个是我喜欢的粉粉蓝蓝的粉粉，这个叫Earth Baby 地球宝宝，蓝蓝的好看。哎，他的腿上有那种地球的感觉，是吧？看一下，哎呦，这是个小宝宝，你们看他的手就是那样小宝宝的那种感觉，哈哈。这个头上是太阳嘛，然后云，然后天空，然后云朵，然后底下是地球的那个样子，哈哈。小屁股，看小屁股，它有一点点珠光色，哎，然后也是渐变的，就不是纯色的，就是你看它渐变色的，哎呀，挺走心的啊，这个染色也挺好的，好可爱呀，它真是个宝宝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我能抽中隐藏吗？同志们，你们说，我紧张死了，我可喜欢那个隐藏了，因为它是蓝的，哎呦，我老天爷给我隐藏了，我不想花钱收，这个叫 Jet Boy， 这个叫什么喷射男孩？我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看这个觉得有点像火舞者，你们感觉有没有头发？咱们看看。看看实物如何啊？哇哇哇哇哇，不像哎，他脑袋比火舞者大多了。哇，好看的，他是渐变的，看流光溢彩的感觉，看，嘿，你看那个表情，生生气气的喷射。然后这块也是渐变色，看到吗？然后这个，哎，这个打灯应该很好看啊。我等会儿啊，我拿个灯试试。哇，同志们，这好看的，能感受，是吧？这打灯肯定好看，这块打灯肯定也好看，是吧？看，就这种半透明状的东西，就打灯好看。看，哇，流光溢彩，真漂亮。喷射，它是蓝蓝红红，哎，我喜欢，就是带粉啊、带蓝啊的我都喜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无法抗拒这种颜色。哦，它好漂亮啊，它这个头好大的一个头啊，火苗一样的感觉。然后这块的火苗也好看哈。哎，这回的设计比我想象中的要走心很多，然后做工也还可以，可以的这套。就它每一款都让你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，新鲜感。然后，哎，算了，搁这儿吧。我本来不想搁在这儿，我怕它那什么挡着我的水印儿。算了，挡着挡吧。嗯，这个好像挺沉的，是不是纸箱子？啊，真的是纸箱子，阿斯。真的不认识，同志们，我真的是一个文盲，我真的不认识，叫纸盒太空男孩啊！哎呀，还有四个，我估计隐藏也没戏了。哎，哇，这好看呐，这纸盒好看呐！哎，它这块你们看这，它做的那个就是翘起来的感觉，看了吗？它翘起来的感觉好看，这细节满满，这个脚丫子还是有点粉粉的、红红的感觉呢，看。
脚丫子这个颜色，这套真的设计不错啊，这好可爱，这小熊还是小兔子，这好可爱啊，这小背包也可爱，哎，这个纸箱子真帅哎，我喜欢这种纸箱，你看它脑袋太大了，这纸箱子给撑开了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然后仔细看那个纸箱子上也有一些细节，你比如说这个这块啊，这块是吧，这块好看哎，这纸箱子做的好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家底下写迪猛哈，算了，过来，你看，想多了，它是紫紫的，这个叫 Monster Boy， 是魔怪星人，小魔怪，这个颜色跟色调我也喜欢，就是这一套的色调我都喜欢。哦，这个紫好看呢，哎，手里有配件，丢丢丢！同志们，记住啊，配件不要弄丢，不要像某些人一样把配件弄丢。哎、哦，我拆了好久啊，这次。他手里头是那种小怪物的，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喷射枪？哎，看这儿，然后啊。哦，它这个脑壳里头有一个小魔怪在操纵它，看了吗？这操纵杆，然后这个这是它的按钮，就这种感觉还挺可爱的。然后这色调特别统一，是吧？紫紫蓝蓝，这个也好看。然后这个设计，这个小魔怪挺可爱的，它有三只眼睛，能看清吗？差不多吧，就这样。时间有点久了，咱们抓紧。嗯，还差哪个呀？差这个，差黑皮，差封面。啊，求黑皮变隐藏，求黑皮变隐藏。求黑皮变隐藏，这个依旧是我的能力范畴内不认识的文字，他叫探测男孩，开着一个小探测车，是这个感觉。哎哎，同志们，这个车看了，这个轱辘看，走走，哎呦妈呀，走，嘿，哎，这是传说中的多米诺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撞倒，哎，好的，撞倒，好的，哎，打那什么呢？这叫打保龄球呢。哎，这个好好玩啊！这个感觉可以给家里小孩玩了，当个车啊。这小熊也可爱，这小伙伴在这儿呢，同志们，小伙伴在这儿呢。这个是游戏操纵杆，可爱的，这脑袋紫，嘿，这特别像那个电线电视信号那个天线。哎，这好好玩啊！我自己能玩半小时，不夸张，不吹牛，我自己能玩半小时。嘿嘿，啊，蹭脏了。嘿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它会跟就是这块的这个似的，就是不能动的，没想到啊，哇，这每一款都有新意，可还行。求黑皮变隐藏，求黑皮变隐藏，这我倒第二个或者最后一个抽出隐藏来，那岂不是完 ？UFO boy， 这个叫飞碟男孩，飞碟男孩。啊，它好黑呀，它在开飞碟，这个飞碟还挺好看的，这一圈，但是肤色好黑呀，好黑呀，但这块挺可爱的，要是个白皮就好了，我喜欢白皮。哎呦，猫猫跟福天要打起来了，好了，咱们下一个啊。对黑皮的介绍就是这么的简略，但我觉得肯定会有人喜欢这个黑皮的，就是喜欢这种健康肤色小麦色，比如王永飞啊。最后一个是封面，我的妈呀，宇航员。这封面一定贼好看，我很期待。可是没有隐藏，我有点难过。哇哦，它映上了我的脸，但是你们应该看不清，好好看啊！你看脑袋里头还有星星月亮。哇塞，这个白白蓝蓝的配色就喜欢，哈哈哈哈，笑得好开心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看这里头，小星星、小星球、小表情。这块粉粉粉粉蓝蓝白白，我喜欢的元素它都有。哎呀，我不总结了啊，反正就是一套值得买的，很值得买的这么一套，每一款都好看。我连这个黑皮我都觉得可以接受，我最喜欢这个黑皮，用爱发电的。这几款哇都好看，然后这个小车还能动，简直了，这个贼大，然后把头当做一个配件了，单放的，包装也很走心，做工也不错。然后这个透明的可以打光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啊！3月7号发售，可以买起来了，买它。
行，那就这样，同志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。我又给蹭脏了，又给蹭脏了。我这个以后不能使这个笔写了，一使这个笔写，它就蹭的，它就蹭的都是黑。那今天视频到这儿了啊，同志们，喜欢的话记得三连一波，点个赞，然后行，那这样，同志们，拜了个拜，爱你们。